但是我还没有自我介绍，这是不礼貌的哈。我是中华民国第一歌唱舞蹈协会理事长徐丽云，同时也是日本舞踊千年流的爷罗斗，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为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叫做张碧晨，那么他是从16岁就出道了，他的吉他弹得非常的好。啊，常常有各处都有演出哦，啊，有时候是在电视台。我们为了要给乐队休息哈，所以特别安排的这一段时间叫做“哪个戏我提到，哪个戏我们知道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欣赏我们张碧晨带给我们一连串非常好听的老歌，走走。捕獲やくざは